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74期的节目啊。有些朋友们呢，应该也都已经入了这个飞过山一对三的这个套装。那我今天的话呢，从朋友那边借过来了一组。那我们先把飞过山给做一个开箱。那飞过山这个玩具，它是用先前传世系列追捕，那个是以警车的模具呢做载具啊。所以说呢，以这个还原度来说，如果你要以领袖之争的标准来看，这款飞过山的，一个还原的 muscle car 绝对是不像的。不过我也提过了，传世系列呢是一个综合大宇宙的概念啊，就像以SNK 的这个饿狼传说跟龙虎之圈的人物呢，放到了拳皇里头的话呢，造型跟必杀技是不是有一些修改的？所以的话呢，我还原度这个部分我就不计较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你不看还原度呢，如果你看美型度来说，我们只能说领袖之战先前的飞过山的 muscle car 真的是太漂亮了啊。各方面来说，我觉得吧，如果你二者选一，你只要买一个飞过山，我还是会劝你回去买领袖之证那一款，甚至讲的比较政治不正确的，你去买阿帕奇的那个金图版本，我觉得可能都会比眼前这款传世系列的用警车下去硬说它是飞过山，前面加个牛角就说它是飞过山的这个做法，可能会来得再好看一点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具本身上面的这些配件呢，我都是以追捕的这个状态下呢去做一个安装。它身上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孔洞啊，确实是一个比较碍眼的。那相较于追捕的模具呢，那一款警车的话呢，比较鲜艳呢，车窗也是黄色，上面还有警示灯，各方面来说啊，会比这一款 muscle car 这个纯红色会来得好一点。那它这个车子下呢，能够让我判断出它是这个 crew jumper， 可能就是这个排气管跟这个牛角。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它们的关系真的是并不是很大了啊。那玩具本身的这个轮胎的滚动性的话呢，没有说很好，你要稍微用力压下去才能够完全的去推到。那紧实度还不错，色差的部分呢，虽然说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并不严重，博派的标志还是印得比较清楚的啊。那我们呢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由于先前已经做过了机器人变成车子啊，这样翻起来有一个这个，这是高级跑车才有的一个开门的方式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手臂从这个地方给翻出来，这里两侧都给翻出来啊，将手臂先拿出来，方便我们做这个地方的解锁，把这个脚部的部分呢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把这个部件啊从里头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两腿打开，将这个腿部的话呢往这里翻出来，翻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行腿部的一个收纳了啊，把它给往上面啊，这里有一片部件啊，这里有一片部件要先把它给翻出去，这里先翻出去，然后呢我们把它给脚翻折出来，这个部分往里头先收到这边就好了，然后呢把这个腿给缩的，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跟到的一个结合，这个变形其实还是蛮妙。我当时在做这一款的时候，我给它的腿部的变形的话呢，我是给一个比较高分的啊。这个脚掌一定是先翻出来，这个部分你如果往上先推到这边的话呢，你接下来就是要把这里这一片部件啊记得翻出来，然后的话呢脚板脚底板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结合的卡扣，把它给内外翻出来。好，到这边这里要再折一个角度推过来，这边好，两个地方都可以扣上，看上去非常的快速就变完了，对不对？然后呢把脚的话呢，脚的话是这样子，这边是前面，那这个手臂的话呢是把它整个往上面推上去。其实手臂啊，这两个这个往上推这个呢，跟领袖之证 TFP 的这个 F1 版它一样，是有两个这个连接杆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可以挑起来往下扣下来，说明书是说头要翻转180度，但实际上好像不用转好像也是可以变形到位的啊。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飞过山1打3组合包的这个飞过山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它的载具状态下，其实我自己觉得正面还是挺好看的，翻到后面的话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可惜，后面的这个好像就是这个没穿裤子，后面这个衣服好像裤子只有前面，后面是整个镂空的感觉，后面有两片翅膀。如果说飞过山跟包姆比是同模，你这个家伙如果涂成黄色，是不是也可以硬说你是大黄蜂啊？从这个追捕的警车变成红色的飞过山啊，再来又把你变成黄色的大黄蜂啊，以官方来说这并非是做不到的啊。
我很喜欢它眼珠的颜色啊，这我经常提的，就是 MP10 的水蓝色。但是它有一点蛮奇怪，它这一次的话居然把人物的这个鼻梁做出来，领袖之证里头的家伙都是没有鼻梁的，对不对？包括 OP 啊什么都是没有的。那这是旧版的一个玩具 TFP 的这个F1 版，你看它是直接把这个头盔直接做到呢，可以把脸给遮起来。而其实以这个飞过山的人形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个 RID 版的这个 Quick Jumper。 这个版本的话呢，它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它的这个大腿这个圆形的这个护甲是里头我觉得做起来比例看上去是最大的，它的一个下盘看上去就是非常的空无有力，对不对？谁不喜欢下盘空无有力，对吧？那以这一次的这个传世的这个1-3的这个套组，它的话就感觉就比较中规中矩了啊。你看啊，如果你要看上半身，你会发现 F1 版这个版本的，我现在都不讲还原度了，我现在都不讲它跟领袖之证的里头的人物有没有像，我纯粹以我自己的审美来看这三个机器人的话，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样子。这个 F1 版它是上半身肩膀的特别做大，手臂也特别做得很粗啊。顺便提一下，这个旧的这个 F1 版的话呢，它是里头唯一有一个直接的把手炮呢直接一体变形的啊，这个也是它非常非常受到好评的理由之一。而这一款则是着重它在的下半身做得非常的漂亮，它的手臂就有点惨不忍睹了，从侧面来看各种空。那所以相比较之下呢，这一次的传世版本就是非常，就是我起的中规中矩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机器人的样子，不过面雕好看了，有一个很大的加分。而刚刚这些配件的话呢，由于是从追捕那边拿过来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吧，手炮我还能够理解，它这个手炮是这样装上去目前我可以接受这样子是一个手炮的一个形象。那由于这个它的一个手炮的话是三管的，所以说你硬把它扣上去，这里再加一门孔洞，好吧，这样子是我唯一能接受的。那其他几个小配件的话呢，就真的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取舍了。那它最大的毛病就是门板手了，你看从侧边来看它什么都没有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孔洞，孔洞的话呢按照它的说明书的话应该是让我们扣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弯曲的这个原本是一个，这个是这个追捕的这个爪子的部分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想扣哪里，你能扣在侧边吗？让它头上长角吗？不对，是肩膀上面长角嘛，这个就看个人的喜好了啊。那 anyway 就是说我一开始的话呢，我刚光看这个玩具的正面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是追捕这个模具了啊，我以为是一个新的。那知道它是追捕之后的话呢，其实就好吧，虽然是但是呢好吧，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anyway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玩不玩完全看你个人，而且它是一个四人组合吧，可能你会喜欢其他三个中的另外一个。但是对于像我这样子已经拥有领袖之证的这个 F1 版还有 RID 版的人来说呢，我自己会觉得这一款 Jumper 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需要的。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